Hola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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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¿qué? Take a nail.点会不会汉堡数太多？应该不会啦。靠北底下吸。我刚没看到血量啊。吃一点运气了，只要吃一点运气了。运气就是实力的一部分 ，OK。运气就是实力的一部分哈。哦，你就做了整个都是，哦，强化腐蚀，等一个天降就好了。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味道了，好吧？啊，啊，不要羡慕，不要嫉妒啊，不要钓鱼哈、啊。对，运气就是实力的一部分哈、啊。有回音是正常的吗？真的假的？有回音哦？没有吧？现在应该是没有吧？没声音？怎么可能没声音？Oh my. 怎么嘛？哪有那马上了嘛？我已经闪过那一马了哇！一个说有回音，一个说没声音，怎么那么矛盾啊？第一关要除技啊，那个一吸一吸除就好了。现在有吗？现在是不是正常的？正常啊，正常就好。除技哦，好像是可以不用除技了，好不好？感谢这个互相伤害的提醒哦。但是强化出还是要除出来哦。两回合，直接灌就好。但是你每个强化出都要做一下。暗的强化珠没有用，我需要光的。哦，一回合 OK 了哈。哎，不用哎，下回合再去用强化珠就好了。这回合先不急，没关系。
现在有回音，应该没有吧？那刚我只开一下而已。没有强化柱的，我就不理他了。我已经做到强化柱，我才去下一轮。我应该是直接灌过去了，照理来讲，我这威力有点大。黄衣哦，哎，你看几个强化腐蚀关卡，保险起见啊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你一定要买个保险啊，黄衣只是来买保险，它并不是绝对的，因为假如你没有强化腐蚀，它就是救你的那个救命神。有杂音就正常了，有杂音就正常了。对，因为如果声音变小，你们完全听不到，所以你关机，因为我太热，我电风扇，对。基本上我就直接带走了，好不好？好啦 ，K， 哦，好，应该 OK 了啊、哦。左下角，挡住了。